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呢来吃螺蛳粉火锅哦，这个放了好多，基本上都放下去了。我应该不会是全网最后一个吃螺蛳粉火锅的人吧？哦，你看旁边的红油，感觉很辣的样子。先去一下粉，不行，要捞出来要冷一下，不然会得食道癌的，太烫了的话。坐在地上有点累，我的那个伸缩的那个桌子坏掉了，面筋啊，离得好远啊，好像起来对焦啊，给他。蛋饺。吃几口就感觉要流鼻涕了。用海底捞的那个番茄锅底加上那个螺蛳粉的那个料包汤汁，我觉得还蛮配的。因为那个番茄锅底不是吃多了会感觉有点甜吗？就配上这种辣辣的重口味的，就刚刚可以调和好。先把粉先都捞了，这是响铃卷。嗯，超吸汤汁。我觉得这样吃比他之前出的那种什么番茄味螺蛳粉要好吃。每次我觉得在锅里面煮螺蛳粉的时候都觉得啊，粉那么少我怎么吃得饱，一盛出来又觉得哇，粉竟然有那么多，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？蘸料是香菜、小米辣、蒜末、香醋，还有川崎的那个海鲜味的调料，我觉得它跟这个螺蛳粉的锅底也特别搭。满登登的小年糕，芝士年糕，小年糕，我感觉它在对我说救命，我里面的芝士要露出来了。超满足。然后剩下的肥牛先下下去，吃火锅肥牛不可缺少。响铃。
我现在是两只腿侧一边，我总觉得在坐电动车，在坐电瓶车，在摩托车，好辣、啊！这响铃居然把上面的红油都给吸进来了，好吧。一箩筐的小肥牛，鸭掌应该煮好了，又脆又润，还很有嚼劲。把那个毛肚下下去吧，肚啊肚，俺的汤汁太浓稠了，是我这毛肚长得太丑了，我总觉得要让它在锅里面多煮一会儿才能吃毛肚。不能仔细去看它，我密集恐惧症，我密集恐惧症和巨物恐惧症。哦，我还害怕那种东西，就是那种星空、宇宙之类的。电磁炉关掉，突然好安静啊。咬不断就整根吞下去了。哦，那真太饱了，吃不下了。我吃饱了，今天视频就录到这里了，拜拜。我的手好远啊。